都有这个困扰，是电子邮件呢、常常会被垃圾信件给灌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他们昨天初步通过了滥发商业电子邮件的管理草案，民众以后只要收到大量的垃圾邮件造成困扰，可以向寄信人来请求民事赔偿，金额是以每人每封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最高2000万为上限。